哇，我吃完了，我第一名。我也吃完了，我也是，我也吃完了。阿普，你快吃呀！哦，桑迪老师马上就要来检查了。好，马上。大家都吃完了吗？桑迪老师，我吃完了。阿普呢？阿普也吃完了。今天的午饭也吃得干干净净呢，小朋友们真棒！蛋糕来了，哇，蛋糕，啊，真好吃。我要再吃一块。阿普，刚吃完饭不能吃太多蛋糕，不然会撑坏肚子哦。好吧。都快满了，明天要走哪呢？阿普，你在哪里？来了，桑迪老师。今天会有什么好吃的呢？好臭啊！太臭了！是不是谁打翻了垃圾桶啊？怎么回事？这也太臭了！哎呦！阿普，你怎么了？阿普的肚子好疼。阿普，你坚持一下，我马上呼叫歌德。呼叫歌德。校园里出现了臭气，阿普被熏得肚子疼，请帮帮我们。明白了，校巴歌德启动任务，噗噗。车体颜色准备，纳米变形装置启动，校巴歌德开始变身。要治疗肚子疼，应该选救护车。